大郎怎么啦？大郎讨厌呀？为啥呀？啊，又偷你零食啦！大郎，你今天只吃猫粮吧。为什么不给肉肉啊？谁叫你老偷姐姐零食？零食还剩那么多呢，还挺抠。姐姐怎么啦？你呀，真疼姐姐。老三今年马上11岁了，关节依然很好。这多亏我一直给他吃保护关节的产品，氨糖和软骨素能保护关节，MSM 和绿意贝能让狗狗走路更舒适。11岁的老三现在跑跳依然灵活得很，适口性也很好，老三很喜欢。他家的花猫膏给大郎吃的也不错。咱家毛孩子的保养品都被宠物公民和 JNC 承包了。讨厌什么呀？为什么外面老有小母猫是吗？温大郎。把大郎叫来了。大郎来啦。讨厌吴姐呀？啊，因为她把你小母猫赶跑了是吗？嗯，小母猫害怕了。为什么赶跑啊？都是为你好啊！你还小，不能早恋。那一句我爱听啊。大家都问我为什么我家大老黑不会按按钮，你们说为啥？没教姐呗。可是边牧。今天教他吃饭给大家看哈。五啊，给姐姐示范一下。好，给老五吃饭，看见没？按吃饭就有饭吃。今天妈给你吃这款阿飞和巴蒂172冻干全粮，想吃吗？想吃就按吃饭。太难学了，我还是饿着吧。五大夫给大郎戴上道了。听我姐的。这啥猫？现在大郎一在院里就得整上几口苎麻，果然没心走我姐。回屋吃肉啊！找你。再不快点没了啊！嗯，看来还是觉得肉更好吃。小母猫，小母猫怎么啦？讨厌它，可大郎喜欢呀。妈呀，听见小母猫就颠颠过来了。小母猫咋的？小母猫真棒啊！你弟是真稀罕它呀。小母猫要再来，你想对它说啥呀？这是被小母猫下降头了。大郎怎么了？啊，不是又偷你零食了吧？啊，大郎想要，大郎想要吃饭啊，他和你说的呀，你把他叫过来，我问问他，这俩人是又和好了。你想要吃饭啦？好，吃这款吧，海洋之心烘焙粮，只用100%真鲜肉，不止零肉粉，更是零冻肉，是市面上难得的一款敢在产品包装袋标示100%真鲜肉的烘焙粮，原料品质清晰，更放心。慢点吃，嗯，这款猫粮就是棒。不客气。